各位战士准备作战。是你呀。哎，恶魔就是恶魔。我必须暂时撤退，战斗即将开始，10秒，5、4、3、2、1，你们迈向胜利。好，来吧。是好医生。その程度。和平要靠我们努力去争取。选择天赋，你表现得太优秀了。为了抵挡万象界域，我们重新设计了特里格拉夫保卫者，准备进行实战测试。治疗者做得很好。勇往直前。特里格拉夫终端平台启动了，占领终端平台，操纵保卫者机器人。该行动了，我需要帮忙。信念。
我的活力恢复了。该我杀得漂亮。双杀，这个英雄三杀，真了不起！只要有你在，我们就能活下去。克里格拉夫保卫着启动完毕，你们必须派出驾驶与炮手，才能测试他的武器性能。终端平台很快就会启动，联盟必杀，双杀，保持警觉，坚守信念。动力输送到终端平台，占领终端平台，你就能操控堡垒。来我身边，我们团结奋战。敌人死亡，打
这是应该的。好输的。双杀。还不错哦。所向披靡。女妖之王的统治结束了。圣光会带来胜利。杀得漂亮，双杀。好，来吧。启动了，将它的性能发挥到极致吧。选择天赋，各位战士做得好。Yeah, 没有炮手，胜利就在眼前，武器就无法攻击。但是我们失去了一座堡垒。我痊愈了。现在不错。保持警觉，坚守信念。红红红，你表现得不错。这是应该的。耶，胜利就在眼前。我懂你的意思了。
在启动终端平台。选择天赋。这个胜利得来不易。现在，英雄，快点控制终端平台，启动保卫者。准备就绪，操纵保卫者，打赢这场战斗吧。就能扛下去。实至名归。